马窦福音，马窦福音第一章。亚巴郎之子，达卫之子，耶稣基督的族谱。亚巴郎生伊撒格，伊撒格生雅各伯，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们。犹大由塔玛尔生裴勒兹和泽拉黑，裴勒兹生赫兹隆，赫兹隆生阿兰，阿兰生阿米纳达布，阿米纳达布生纳赫雄，纳赫雄生撒尔孟，撒尔孟由拉哈布生波阿次，波阿次由卢德生敖贝德，敖贝德生叶瑟，叶瑟生达卫王，达卫由乌利亚的妻子生撒罗满，撒罗满生勒哈贝罕，勒哈贝罕生阿比亚，阿比亚生阿撒，阿撒生约沙法特，约沙法特生约兰，约兰生乌奇雅，乌奇雅生约堂，约堂生阿哈次，阿哈次生希泽克雅，希泽克雅生莫纳舍，莫纳舍生阿孟，阿孟生约什雅，约什雅在巴比伦流徙期间生耶克尼亚和他的兄弟们。流徙巴比伦以后，耶克尼亚生沙尔提尔，沙尔提尔生泽鲁巴贝尔，泽鲁巴贝尔生阿比乌德，阿比乌德生厄里亚金，厄里亚金生阿佐尔，阿佐尔生扎多克，扎多克生阿辛，阿辛生厄里乌德，厄里乌德生厄里阿扎尔，厄里阿扎尔生马堂，马堂生雅各伯，雅各伯生若瑟，玛利亚的丈夫，玛利亚生耶稣，他称为基督。所以从亚巴郎到达卫共十四代，从达卫到流徙巴比伦共十四代，从流徙巴比伦到基督共十四代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，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于若瑟后，在同居前，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。他的丈夫若瑟因是异人，不愿公开羞辱他，有意暗暗地羞退他。当他在思虑这事时，看，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，达卫之子若瑟，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，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，他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看，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，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，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。若瑟从睡梦中醒来，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办了，娶了他的妻子。若瑟虽然没有认识他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